小品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卷第一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初品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遇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如调相王，所作已半，舍于重担，待得己力，尽诸有劫，正至解脱，心得自在，为除阿难。二时佛告须菩提，汝乐说者，为诸菩萨说所应成就般若波罗蜜。舍利弗即作是念，须菩提自以力说，为成佛神力。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欲舍利弗言：佛诸弟子敢有所说，皆是佛力，所以者何？佛所说法于中学者，能证诸法相，正以有所言说，皆与法相不相违背，以法相立故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使我为诸菩萨说所应成就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所言菩萨，菩萨者何等法义？是菩萨，我不见有法名为菩萨。世尊，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，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，当叫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？若菩萨闻作是说，不惊不怖，不默不退，如所说行，是名叫菩萨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应如是学，不念是菩萨心。所以者何？是心非心，心相本净故。尔时舍利弗欲须菩提，有此非心心否？须菩提欲舍利弗：非心心可得若有若无否？舍利弗言：不也。须菩提欲舍利弗：若非心心不可得有无者，应作是言：有心无心也。舍利弗言：何法为非心心？须菩提言：不坏，不分别。菩萨闻作是说，不惊不怖，不默不退，当知是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学声闻地，
当闻是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如说修行，欲学辟支佛地，当闻是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如说修行，欲学菩萨地，亦当闻是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如说修行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中广说菩萨所应学法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得不见菩萨，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？世尊，我不见菩萨法来去而与菩萨作字，言是菩萨，我则已悔。世尊，有菩萨自无决定，无住处，所以者何？是自无所有故，无所有亦无定无处。若菩萨闻是事，不惊不怖，不莫不退，当知是菩萨毕竟住不退转地，住无所住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应色中住，不应受想行识中住，何以故？若住色中，为作色行；若住受想行识中，为作实行。若行作法，则不能受般若波罗蜜，不能习般若波罗蜜，不具足般若波罗蜜，则不能成就萨婆惹。何以故？色无受想，受想行识无受想。若色无受，则非色；受想行识无受，则非识。般若波罗蜜亦无受，菩萨应如是学行般若波罗蜜。是名菩萨诸法无受三昧广大无量无定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坏。何以故？是三昧不可以相得。若是三昧可以相得者，先尼梵智与萨婆惹智不应生信。先尼梵智已有量智入是法中，入已不受色，不受受想行识，是梵智不以得闻见是智，不以内色见是智，不以外色见是智，不以内外色见是智，亦不离内外色见是智，不以内受想行识见是智，不以外受想行识见是智，不以内外受想行识见是智，亦不离内外受想行识见是智。先尼梵智信解萨婆惹智，以得诸法实相故，得解脱。得解脱矣，于诸法中无取无舍，乃至涅槃亦无取无舍。
世尊，是名菩萨般若波罗蜜，不受色，不受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虽不受色，不受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具足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十八不共法，终不中道而波涅盘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应如是思维：何等是般若波罗蜜？是谁般若波罗蜜？若法不可得，是般若波罗蜜也。若菩萨作是思维观时，不惊不怖，不默不退，当知是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。尔时，舍利弗欲须菩提：若色离色性，受想行识离识性，般若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性者，何故说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？须菩提言：如是，舍利弗，色离色性，受想行识离识性，般若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性，是法皆离自性，性相亦离。舍利弗言：若菩萨于世中学，能成就萨婆惹耶？须菩提言：如是，舍利弗，菩萨如是学者，能成就萨婆惹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无生无成就故。若菩萨如是行者，则尽萨婆惹。尔时，须菩提欲舍利弗言：菩萨若行色行，为形象；若生色行，为形象；若灭色行，为形象；若坏色行，为形象；若空色行，为形象。我行是行，亦是形象。若行受想行识行为形象，若生识行为形象，若灭识行为形象，若坏识行为形象，若空识行为形象，我行是行，亦是形象。若作是念，能如是行者，是行般若波罗蜜，亦是形象，当知是菩萨福善之方便。舍利弗欲须菩提：今菩萨云何行，名为行般若波罗蜜？须菩提言：若菩萨不行色，不行色声，不行色灭，不行色坏，不行色空，不行受想行识，不行识生，不行识灭，不行识坏，不行识空，是名行般若波罗蜜。不念行般若波罗蜜，不念不行，不念行不行，亦不念非行非不行，
是名勤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无受故，是名菩萨诸法无受三昧广大无量无定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坏。菩萨行是三昧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成佛威神而作是言：若菩萨行是三昧，不念不分别是三昧，我当入是三昧，我今入，我已入，无如是分别，当知是菩萨已从诸佛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舍利弗喻须菩提，菩萨所行三昧，得从诸佛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是三昧可得是否？须菩提言：不也，舍利弗。何以故？善男子不分别是三昧，所以者何？三昧性无所有故。佛赞须菩提言：善哉，善哉！我说汝于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。如我所说，菩萨应如是学般若波罗蜜。若如是学者，是名学般若波罗蜜。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如是学，为学何法？佛告舍利弗：菩萨如是学，于法无所学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是诸法不尔如凡夫所着。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今云何有？佛言：如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诸法无所有故，名无名。凡夫分别无名，贪着无名，堕于二边不知不见，于无法中亦想分别贪着名色，因贪着故，于无所有法不知不见不出不信不住，是故堕在凡夫贪着树中。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如是学，以不学萨婆惹。佛告舍利弗：菩萨如是学，以不学萨婆惹，如是学亦名学萨婆惹，成就萨婆惹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问患人学萨婆惹，当成就萨婆惹否？世尊，我当云何答？须菩提，我还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幻意色，色意幻，幻意受，想行识也。
须菩提言，幻不异色，色不异幻，幻即是色，色即是幻，幻不异受想行识，识不异幻，幻即是识，识即是幻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五受因名为菩萨否？如是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菩萨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如幻人学。何以故？当知五音即是幻，所以者何？说色如幻，说受想行识如幻，实是六情五音。世尊，心发意菩萨闻是说者，将无惊怖退莫也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心发意菩萨随恶知识，则惊怖退莫；若随善知识闻是说者，则不惊怖退莫。须菩提言，世尊，何等是菩萨恶知识？佛言，教令远离般若波罗蜜，是不乐菩提；又教令学取相分别言是文诵；又教学杂声闻，辟支佛经法；又与作摩示因缘，是名菩萨恶知识。世尊，何等为菩萨善知识？若教令学般若波罗蜜，为说摩示，说摩过恶，令知摩示摩过恶已，教令远离，须菩提，是名发大乘心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善知识。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所言菩萨，菩萨有何意？佛告须菩提，为学一切法无障碍，亦如实知一切法，是名菩萨意。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若知一切法名为菩萨意，复以何意名为摩诃萨？佛言，当为大众作上首，名为摩诃萨意。舍利弗白佛言，世尊，我依乐说所以为摩诃萨意。佛言，乐说便说。舍利弗白佛言，世尊，菩萨为断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、人见、有见、无见、断见、常见等而为说法，是名摩诃萨意。于世中心无所着，亦名摩诃萨意。舍利弗问须菩提，何故于世中心无所着？须菩提言，无心故。
于世中心无所着。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发大庄严成大乘故，是名摩诃萨埵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言菩萨发大庄严，云何名为发大庄严？佛言：菩萨作是念，我应度无量阿僧祇众生，度众生已，无有众生灭度者，何以故？诸法相耳。譬如公患师于四渠道，化作大众，悉断化人头。于意云何？宁有伤有死者否？须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菩萨亦如是，度无量阿僧祇众生已，无有众生灭度者。若菩萨闻是事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发大庄严。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当知是菩萨发大庄严而自庄严，何以故？萨婆惹是不作不起法，为众生故发大庄严，是众生亦是不作不起法，何以故？色无复无解，受想行识无复无解故。富楼那欲须菩提，色无复无解，受想行识无复无解耶？须菩提言：色无复无解，受想行识无复无解。富楼那言：何等色无复无解，何等受想行识无复无解？须菩提言：幻人色是无复无解，幻人受想行识是无复无解，无所有故无复无解，离故无复无解，无生故无复无解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发大庄严而自庄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为大乘？云何为菩萨发趣大乘？是乘住何处？是乘从何处出？佛告须菩提：大乘者，无有量，无分数故。是乘从何处出，住何处者？是乘从三界出，住萨婆惹。无乘是乘出者，何以故？出法出者，俱无所有，何法当出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言摩诃言，摩诃言者，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世尊，
摩诃眼与虚空等，如虚空受无量阿僧祇众生，摩诃眼亦如是受无量阿僧祇众生。是摩诃眼，如虚空无来处，无去处，无住处，摩诃眼亦如是，不得前际，不得中际，不得后际，是成三世等，是故名为摩诃眼。佛赞须菩提言：善哉，善哉，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言应如汝所说。尔时，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使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，乃说摩诃言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所说将无离般若波罗蜜也。不也，须菩提，如所说随顺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我不得过去是菩萨，亦不得未来现在是菩萨，色无边故，菩萨亦无边，受想行识无边故，菩萨亦无边。世尊，如是一切处一切时，一切种菩萨不可得，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。我不得不见菩萨，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所言菩萨，菩萨者但有名字，譬如所说我，我法毕竟不生。世尊，一切法性亦如是，此中何等是色不着不生，何等是受想行识不着不生。色是菩萨不可得，受想行识是菩萨不可得，不可得亦不可得。世尊，一切处一切时一切种菩萨不可得，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菩萨但有名字，如我毕竟不生，诸法性亦如是，此中何等是色不着不生，何等是受想行识不着不生。诸法性如是，是性亦不生，不生亦不生。世尊，我今当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罗蜜也。何以故？离不生法，不可得菩萨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菩萨闻作是说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菩萨随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作是观，诸法即不受色。何以故？色无生即非色，色无灭即非色，
无生无灭，无二无别。若说是色，即是无二法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受受想行识。何以故？识无生即非识，识无灭即非识。无生无灭，无二无别。若说识，即是无二法。舍利弗问须菩提：如我解须菩提所说意，菩萨即是无生。若菩萨无生，何以故有难行？为众生故受苦恼。须菩提言：我不欲使菩萨有难行，何以故？生难行想，苦行想，不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。于众生生意想、乐想、父母想、子想、我所想，则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。如我法一切处、一切时、一切种不可得，菩萨于内外法中应生如是想。若菩萨以如是心行，亦名难行。如舍利弗所言，菩萨无生。如是舍利弗，菩萨实无生。舍利弗言：但菩萨无生，萨婆惹亦无生。须菩提言：萨婆惹亦无生。舍利弗言：萨婆惹无生，凡夫亦无生。须菩提言：凡夫亦无生。舍利弗欲须菩提：若菩萨无生，菩萨法亦无生，萨婆惹无生，萨婆惹法亦无生，凡夫无生，凡夫法亦无生。今已无生，得无生菩萨，应得萨婆惹。须菩提言：我不欲令无生法有所得，何以故？无生法不可得故。舍利弗言：生生无生生，如所言，所乐说为生，为无生。须菩提言：诸法无生，所言无生，乐说亦无生，如是乐说。舍利弗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汝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。何以故？须菩提随所问，皆能答故。须菩提言：法因耳，诸佛弟子于无一执法，所问能答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无定故。舍利弗言：善哉善哉。
是何波罗蜜力？须菩提言，是般若波罗蜜力。舍利弗，若菩萨闻如是说、如是论时，不疑、不悔、不难，当知是菩萨行，是行不离是念。舍利弗言，若菩萨不离是行，不离是念，一切众生亦不离是行，不离是念，一切众生亦当是菩萨。何以故？一切众生不离是念故。须菩提言，善哉善哉，舍利弗，汝欲难我而成我意，所以者何？众生无性故，当知念亦无性。众生离故，念亦离。众生不可得故，念亦不可得。舍利弗，我欲令菩萨以是念行般若波罗蜜。释提桓音品第二。尔时，释提桓音与四万天子聚在会中，四天王与二万天子聚在会中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与万梵天聚在会中，乃至净居天众无数千种聚在会中，是诸天众业报光明，以佛身神力光明故，皆不复现。尔时，释提桓音欲须菩提言，是诸无数天众皆共集会，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意，菩萨云何住般若波罗蜜？须菩提欲释提桓音及诸天众，教释迦，我今当成佛神力说般若波罗蜜，若诸天子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今应当发。若人已入正位，则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何以故？以于生死作障隔故。世人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亦随喜，终不断其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上人应求上法。尔时，佛赞须菩提言，善哉善哉，汝能如是劝乐诸菩萨。须菩提言，世尊，我当报佛恩，如过去诸佛及诸弟子教如来住空法中，亦教学诸波罗蜜，如来学是法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今亦当如是护念诸菩萨，以我护念因缘故，诸菩萨当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须菩提欲以示提还因缘，教释迦，汝一心听菩萨住般若波罗蜜。教释迦，菩萨发大庄严城，于大城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，不应住色，不应住受想行识，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，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不应住色若苦若乐，不应住受想行识若苦若乐，不应住色若净若不净，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，不应住色若我若无我，不应住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，不应住色若空若不空，不应住受想行识若空若不空，不应住须陀洹果，不应住斯陀含果，不应住阿那含果，不应住阿罗汉果，不应住辟支佛道，不应住佛法，不应住须陀洹无为果，不应住须陀洹福田，不应住须陀洹乃至七往来生死，不应住斯陀含无为果，不应住斯陀含福田，不应住斯陀含一来此间当得尽苦，不应住阿那含无为果，不应住阿那含福田，不应住阿那含彼间灭度，不应住阿罗汉无为果，不应住阿罗汉福田，不应住阿罗汉今世入无余涅槃，不应住辟支佛道无为果，不应住辟支佛福田，不应住辟支佛过生闻地不及佛地而波涅盘，不应住佛法利益无量众生灭度无量众生。二时舍利弗作是念，菩萨当于何处？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欲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为住何处？舍利弗言：如来无所住，无住心，名为如来。如来不住有为性，亦不住无为性。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亦应如是住。如如来住，于一切法非住非不住。二时，众中有诸天子作是念：诸夜叉众语言章句尚可知义，须菩提所说所论难可得解。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，欲诸天子言：世中无说无视无听。诸天子作是念：须菩提欲令此意易解而转深妙。
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，欲诸天子言：若行者欲证须陀洹果，欲住须陀洹果，不离世忍；欲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欲证辟支佛道，欲证佛法，亦不离世忍。尔时，诸天子作是念：何等人能随顺听须菩提所说？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，欲诸天子言：幻人能随顺听我所说而无听无证。诸天子作是念：但听者如幻，众生亦如幻，须陀洹果乃至辟支佛道亦如幻。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，欲诸天子言：我说众生如幻如梦，须陀洹果亦如幻如梦，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道亦如幻如梦。诸天子言：须菩提亦说佛法如幻如梦。须菩提言：我说佛法亦如幻如梦，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。诸天子言：大德须菩提亦说涅槃如幻如梦也。须菩提言：诸天子，设复有法过于涅槃，我亦说如幻如梦。诸天子，幻梦涅槃无二无别。尔时，慧命舍利弗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、摩诃居迟罗、摩诃迦旃延问须菩提：如是说般若波罗蜜意，谁能受者？时阿难言：如是说般若波罗蜜意，阿毗跋致菩萨具足正见者，满愿阿罗汉是等能受。须菩提言：如是说般若波罗蜜意，无能受者。所以者何？此般若波罗蜜中，无法可说，无法可示，以是义故，无能受者。尔时，释提桓因作是念：长老须菩提为欲法语，我宁可化作花散须菩提上。释提桓因即化作花散须菩提上。须菩提作是念：释提桓因今所散花，我于刀立天上所未曾见，是花从心树出，不从树生。释提桓因知须菩提心所念，欲须菩提言：是花非生花，亦非心树生。须菩提欲释提桓因言：教释迦，汝言是花非生花，
亦非心术生，若非生法，不名为花。是提还因作是念，长老须菩提智慧甚深，不坏假名而说实意。念已，欲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如须菩提所说，菩萨应如是学。菩萨如是学者，不学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辟支佛道。若不学是谛，是名学佛法，学萨婆惹。若学佛法，学萨婆惹，则学无量无边佛法。若学无量无边佛法者，不为增减色学，不为增减受想行识学，不为受色学，不为受受想行识学，是人与法无所取无所灭故学。舍利弗欲须菩提，行者不为取萨婆惹，不为灭萨婆惹故学。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舍利弗，菩萨乃至萨婆惹，不取不灭故学。如是观时，能学萨婆惹，能成就萨婆惹。尔时，释提桓因欲舍利弗：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当于何求？舍利弗言：般若波罗蜜，当于须菩提所转中求。释提桓因欲须菩提：是谁神力？须菩提言：是佛神力。教释迦：如所问般若波罗蜜，当于何求？般若波罗蜜不应色中求，不应受想行识中求，亦不离色求，亦不离受想行识求。何以故？色非般若波罗蜜，离色亦非般若波罗蜜，受想行识非般若波罗蜜，离受想行识亦非般若波罗蜜。释提桓因言：摩诃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，无量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，无边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教释迦，摩诃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，无量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，无边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。教释迦，色无量，故般若波罗蜜无量；受想行识无量，故般若波罗蜜无量；缘无边，故般若波罗蜜无边；众生无边，故般若波罗蜜无边。教释迦，
云何缘无边，故般若波罗蜜无边。诸法无前无中无后，是故缘无边，般若波罗蜜无边。复次教释迦，诸法无边，前际不可得，中际后际不可得，是故缘无边，般若波罗蜜无边。释提桓因言长老须菩提，云何众生无边，般若波罗蜜无边？教释迦，众生无量，算数不可得边，是故众生无边，般若波罗蜜无边。释提桓因言，大德须菩提，众生有何意？须菩提言，众生意即是法意，于意云何？所言众生，众生有何意？释提桓因言，众生非法意，亦非非法意，但有假名，是名字无本无因，强为立名，名为众生。须菩提言，于意云何？此中实有众生，可说可是否？不也。须菩提言，教释迦，若众生不可说不可是，云何言众生无边，故般若波罗蜜无边？教释迦，若如来住受如恒河沙劫说言众生，众生实有众生生灭否？释提桓因言，不也。何以故？众生从本以来常清净故。教释迦，是故当知众生无边，般若波罗蜜无边。